今年59岁的玉女掌门人方文琳，热爱跑步和空中瑜伽，健康强壮的形象却自曝罹患食道癌临期。手上贴满点滴管线，方文琳25号晚间坦言，这几年来她都在睡前喝一小杯58度高粱，平常也超爱喝热汤。风险因子呢，就是一些对食道有伤害，比如说你喝酒、抽烟、常吃烧烤、常吃腌制的食物，喜欢喝很热的汤，或者是很酸，胃食道逆流啊。方文琳在全身健康检查时，被医生发现癌症标志物指数异常升高，飙到9.8，进一步检查才确诊食道癌，更透露女儿得知之后，忍不住一边哭一边拍打他，不该你会有啊，这癌几乎是以男性为主，都是你，都是你爱喝高粱。历经5小时手术，方文琳一度吞咽困难，剧烈疼痛，所幸发现的早，不用化疗。吞咽困难啦，胸痛啦，通常到这种至少都1、2期，临期的话大多不太会有什么症状，癌症指标甚至也不一定会偏高，抓到其实算是运气好。另外一个就是内视镜了。9月10号，方文琳才发文透露，2015年将会罹癌时，他去探病发现二姐的脸和身体都浮肿，让她难过的抱着江慧大哭。没想到如今自己也罹癌，换成江慧来探望她。方文琳更笑说，这可爱的阿姐带了一大盒保湿面膜，还说病房冷气很强，皮肤要顾好。幸好术后2个月回诊，方文琳已经康复，只不过高风险饮食习惯实在碰不得。记者余胜行、曹文琳台北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